先右转八分之一，左脚前踏，就面对四点半的方向。再左转八分之一，右脚右侧踏。再左转八分之一，左脚后踏，这是面对一点半的方向。啊，七加八，先左转八分之一，右脚后踏，这是面对十二点。然后再直接左转四分之一，左脚前踏。再左转四分之一，右脚右侧踏，然后下重心在右脚。第四个八拍，左脚斜后下沉，回重心，左脚左侧踏，然后换右脚斜后下沉，回重心，右脚右侧踏，然后左脚再回收并右脚。接下来是五六加七八加这两个斜脚的重复动作，右脚掌先右斜前踩一下，拿回重心，右脚再回收并左脚，换左脚掌往左斜前点一下，回重心，左脚再回收并右脚。第五个八拍，我们要 kettle 三次，左转一百八。我们先左转九十度，右脚右侧踏，回重心，再左转八分之一，右脚右侧踏，再回重心。再左转八分之一，右脚右侧踏，再回重心。第四拍，右脚回收并左脚。这样同样的，再往右转，同样的动作，往右转九十度，左脚左侧踏，回重心。再右转八分之一，左脚左侧踏，再回重心。再右转八分之一，左脚左侧踏，再回重心。第八拍，左脚回收并右脚。第六个八拍，踏转，右脚前踏，往左后转一百八，然后用退手步的方式左转一百八，先左转一百八，右脚右侧踏，左脚那个前交叉，右脚再后踏。第五拍，后踏提膝，左脚后踏，右脚提膝，右脚再后踏，左脚提膝。最后七加八，左脚后下沉，回重心，左脚再前踏，同时上重心，啊，全舞就结束。这时候我们有 wrist up， 也没有 take。好，我们现在数拍，五六拍四，一二加三加四，五六七八二。三加四，五加六加七加八，三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加六，七加八，四加二，三加四加五，六加七，八加五加二加三加四。加六加七加八，六二三加四，五加六加七加八，全舞结束。